是说，这个游戏的盟友啊，很强欸。怎么说？因为刚刚我去打那个，我有去打几场就是盟友的任务，然后那个盟友会把有一个盟友，他会把盟那个魔物睡着之后去放两个爆弹，他会学玩家就是在魔物的头那边放两颗炸弹，我超好笑的，好像很厉害，好厉害，很有料哦，只是放他，只是他放太远了，炸不到他，他放的有点太远。好像很厉害哦，蛮有料的、啊，有料，对啊，有料。他们都会用降虫剂了，他们甚至还会可以用反击，反击还反得很准，他们超强。哇，所以卡伊现在要从零回归初心，对呀、啊。唉，等一下，但我不熟悉用手把玩。先拿我的另外一杯拿铁。你要喝拿铁？你确定你要喝拿铁？我最近咖啡因有点我今天咖啡因摄取量有点过高，就是。哦哦，给，你没有看到进到 Sunbreak 的那个登入画面，实在蛮好看，风景的部分。这只熊也太难打了吧！我刚才差点死在金熊座手上。谁要开机会？谁开了机会？开好了。你开好了。要我？给我，给我那个，快给我连接！连接？连接？等一下，我复制一下。想要跟莫西。想要跟莫斯有连接，身体上连接没有啦。欸，不要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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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有连接的话，一定是确诊。不要这样，开玩笑。我觉得倒不是确诊的问题。No no no no， 没事没事，我们 pass， 跟番茄连接就可以确诊。就是你坐在我旁边啊，你坐在我旁边你就确诊。搞清楚呢，这不是什么连连看的游戏呢，连连看的游戏。欸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一个连连看的游戏。我而且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在玩圈圈叉叉。我办公室我们是九宫格，很厉害哦。中间那个人永远没有确诊哦，永远哦。他周围三个已经都确完了，他都还没有确。那真的是那种连连看呢、欸？他真的很猛哎、欸，连连看，真的很猛哎、欸。我还跟他脱下口罩近距离吃饭，他都没有事。天选之人，天选之人，那时候多夸张！从我的主管，然后到，你就想，我们现在就是，大家知道那个上学不是周围都有人嘛，就是有一种叫做梅花座，就是什么前后左右，然后可能再来是斜角的那个什么。这是斜角的什么东北东南啊，然后西北西南那种，这样总共九宫格。你是坐在正中间的那个，他的状况是他坐在正中间，他的北方呢确诊了，他的东方呢确诊了，他的西方呢确诊了，然后他的斜前方就是斜东北方也确诊了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确诊，我不知道是发什么事了。天选之人，那、是天选。他真的是抗性吧，天选欸，他可能把那个病毒抵抗点到满了，没有错。那我们现在是等卡伊那边的任务结束，应该快打死了吧？我可以先捏着一只猫猫来玩。哇，
等一下，莫斯那个295，那个295是发生什么事？早上我看到的时候好像还不是这样哦。那个295 HR 不是那种生的东西吗？哎，你就说我是打怨虎打到睡着的那一个，对，然后差点被怨虎猫死，结果我打飞蜘蛛打也是打到睡着，然后就被飞蜘蛛喷死了。唯一没有后面唯一没有睡着的是那个槟榔龙，被飞蜘蛛喷死之后就直接吓到了，好痛，打死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赞赞啦，到底手把的多边用什么按出来？左边扳机键吗？不是什么？还是右边扳机键？没有忘了。好，忘记了。新的猫咪，也叫紫苑吧？强虫剂，多哥是强虫剂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院色。还是我根本还没学到降虫技，我会玩太刀，所以我不太确定。我其实我只会玩超虫棍。打开我的名片清单，有没有发觉600多场的片手剑？对，那真的是专一呀。我就是那一只赤色的菜鸟，谢谢大家。游玩时数75，好少。你可以看看那个，啊，你那边收集到的其他人的那个工会名片啊。看看，有的时候看他们的名片都会发现新大陆，然后这个人到底怎样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对啊，到底那些人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拿铁，就是我跟 CA 讲的那个拿铁，拿铁就是全程就。全哦，全哦，看一下哦，我要怎么变成线上模式？你要去找邮差，邮差在村长前方，有一个站在箱子上面的猫猫。上游玩，搜寻大厅识别号。笛子267，小夏真的好猛，游玩次数。是抛在哪里？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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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斯尔是拖在哪里？哎，莫斯尔是，等下，莫斯尔你可能要给开一，看你要丢在哪。那我再丢一次原因是，再丢一次聊天室。对，我再丢到聊天室一次。那个出席的勋章100%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很难欸，这个要一堆摔一堆大小金欸，这是很可怕欸，首领的大小金就很难了。有了，有了，看来是生活中的同人啦。我好像开到内麦了，要怎么把内麦关掉？欸，设定。音效，语音聊天。看到这超虫棍那只针，想到某天刚出门送餐，被一只蜂叮一个，一路鸡突到下班。啊？哦，新的猫咪眼睛呢？说谁的？哎，那狗狗是不是有新眼睛？下班回来看番茄美女台哦，现在没有视讯哦，视讯就只有在我收到新衣服的那一天才会有，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哎，也不是所有衣服都可以
都可以开视讯啊，有些衣服是一开视讯绝对会被ban台的那一种，请到商务车厢去看，请到商务车厢去看，笑死，开始各种帮忙推宣传有没有？谢谢莫斯，太会宣传了吧，太给力了吧兄弟，没有，我只负责补枪，我只负责补台剧。你要负责扶他这样。那我现在是要完成村庄进度吗？你可以集会啊，这、就是集会进度。集会进度。因为集会的话，就是我们才可以加。然后，如果是村任的话，就是个人任务这样。集会所。哇，有捡钱从天上掉下来了！哇，萨克斯，你已经连续订阅三个月，感谢订阅。等一下，萨克斯有看得到吧？看得到吧？好，走去打架，这样我才可以把我的猫咪领出来。给猫咪，我才可以把紫苑领出来。它新的猫咪的尾巴好蓬哦。啊，新的猫咪尾巴好蓬，我想看，我想看，我想看。你的猫呢？啊、哦，还没领出来，紫苑才刚捏好，要等，要先打完一轮，然后我才可以去把它领出来，还可以去领养它。什么东东？没有啊，萨克斯应该看得到吧？商务车厢 ，DC 群的商务车厢。没有龙王哦，哦，死定了，这我妈几嘞？你妈几嘞？片手剑最喜欢的就是反击它的尾巴了。报告主播，我没有商务车厢。哈啊！竟然会没有商务车厢？我来看看，你怎么会没有？那四二四，你帮我在闲话家常打字，你帮我打字。我知道，因为他的那个辨别方式是，他们要把那个 Discord 的账号要跟那个。Twitch 要联动在一起，对对对，没有联动在一起的话，它就是没办法自动加入。不然图奇如果跟 Twitch 分开的，它也不好判断。就是要人工啊，嗯，人工来，那就很累了。是还行，但就是时不时可能要自己去 check 一遍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出手，空空哪里买不起商务车厢，你在那边讲什么屁话，你才不可能买不起呢。你才不可能买不起，商务车厢是什么？买了就知道。买了不亏，买了不亏，真的，真的，买了不亏。开姨有买吗？开姨没买。买了不亏，这是一个观众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观众，哎、欸，观众就是聊天是在说什么，我就跟着说什么。买了不亏，买了不亏。出现救援报酬。在哪买？偏黑暗。订阅就是购买啦，订阅就买了车票啦。追随就是一般乘客，订阅就是商务乘客。先逛个地图。你要先逛地图喽？那我先不去打他。啊，这个到新地图都一定要先逛过就对了，不然你都是一片雾茫茫。哇，你要先开那个战争迷雾。原来要开战争迷雾。对。那我当一般乘客，激情表示我只要当一般乘客就好了、啊。那这一般乘客。哎、呀你亏大了。不会啦，不亏不亏，各有各的好。要自己开，队友开也没用。嗯，要自己去跑一轮。因为不然的话，我跟。莫斯都已经跑完了，
这边我后院啊，之前来这边挖点数的。我觉得外扫出就是挖矿，挖一次就全都有。哦，真的，世界就是要敲好多次。你要那边敲三下。世界要敲三下。虽然说敲三下代表说三次中奖几率。嗯，对。可是他只要中奖就有那个动作，然后每次我去角龙家敲矿的时候都要被角龙撞。哎、欸，海方主，你要来拍照吗？海方主，我们是那个、啊、大阔鱼，很远，他距离很远。安啦，他没有那么快，他移动很慢。他现在出来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啊，他连出来的样子都还没有。你只知道他要来。哎呀，出剑出剑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边我要怎么过去啊？我记得不是可以跟他 say hi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叫我说跟他 say hi， 就是跟那个那些那五只稀有生物，应该现在应该是七只啊，上 broken 还有两只。跟七只稀有生物都可以互动。那我要怎么上去？啊啊！我要怎么上去？哎呀，那可能那个是最上面。我刚才找它的边界在哪里？上上，它出来了。他出来了啊！我要怎么跟他 say hi？ 哇，白出。打开你的设定。然后，哎，然后你用按减号之后，他就会有个打招呼了。然后就亮一下。回我。我记得也还有什么？不回我。好像跟他，我记得那个九尾狐跟他做错动作，他会跑走。对，挂台跑，他也可以做。运送不行的，这只不知道会不会跑走，还是不要乱来好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跑不走了。所以我要到哪边？我要到最上面那边是吗？哎、欸，稀有的鱿鱼，不要跑，回来。稀有鱿鱼，看来是要跑走。啊，就三那个、啊、金色鱿鱼啊。哪里？在下面呢、啊，在我这边。芋头说他一整天一路刷到 MR43， 好扯哦。没事，那是我现在上线还没解锁，上线解锁我刷给你看。我要怎么抓他？我碰到他了。哎、欸，他不能抓，你只能去碰他，然后他就会，你就可以吃他身上的那个加成状态。Oh. 然后你可以拍他照片，如果技术够好的话。他很难拍，超难拍的。我要拍照片，人类出来。他跑走了。哎、欸，来这里。他这个样子像是要离开，等他离开了。呜、欸，他离开了，你只能下一次了。然后海方主也只有下一次了。他要拍照，要拍出成就才是完成日。就是 他如果框框那个拍照的框框上面有跳，他是什么东西，那才算是拍到成功。好吧，那我上去拍了。杰星是怎么了？杰星说：“我买票了，我要香香。”什么？嗯？我灵幽龙王没有拍照，我要去拍灵幽龙。我去死，当个观光客骚扰魔物了。哦，海阔鱼，海阔鱼方，海阔鱼方。其实我一直以为它是很大只的水母，但是我后来想想，不对，水母怎么可能会离开水？对，水母目前科学界还没发现可以离水的水母，但是有搁浅的水母。你说鬼缸欸？啊，那个也不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在思考，要怎么让他知道我人在这里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从来没用过那个功能。订阅不是买商务车厢吗？哦，哎，你订阅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基星有在？基星你有在 DC 群吗？
再逛一下。那我先不把他打死，我拍张照就走。好，拍完了，走人。哦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有谁没拍照？没有，没有。订阅又没跳，对啊，为什么订阅又没跳？超奇怪。可能要按一下分享吧。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啊，需要你按一下分享，他才知道哦，你这个人那个。莫斯被追了。莫斯他爱你。你他怎么可能爱我？我杀他十几次。他对你是相爱相杀的情感。啊、他每次要打我都会被我反击，然后他就倒地了。哎、欸，错边错边错边。这只如果真的要打，他会蛮惨的哦。他的动作就那几招，我也很习惯哦。青雄收的比他难打。有 DC 可以加吗？有啊，惊叹号 DC 就加进来啦。现在这个都可以免费加加。冰冷的狗，等我。曾经的我没办法开放，现在的我可以喽。欢迎我来了呀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有要打他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我下去打吗？打啦！好，有逛完了，逛完了。他们要打架，他们要打架，先让他们打架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可以超龙，超他，骑爆他，超他，上他。我其实不喜欢太小只的龙，因为很难打，很难跳。对，空飞的时候很难。很难瞄准，对虫棍来说不友善。所以我其实转到那个 Rise 以后，会觉得哈，等一下那个距离很难抓哎、欸。啊，我这一套又忘记中那一冲了吗？你又被冲爆了吗？现在变成不能动的猎人。哎呀，他到底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拉想草，上条，卡晕了，谢谢。今天就是个破晓打下去 ，rise 打下去的概念。检票口。哦，对，你要检票哦。公告可以之后再补看啦，但票就先检一检吧。好了。你好。哎呀，我竟然被他打倒了！哎呀，他好强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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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闹了！哎呀，太会跑了吧？他很活泼呢。你现在等我第二只翔宠，我就送你下去。玩骗手剑的啊，好，不用了，可以直接送他下去了。啊！不要！不要！等一下！等！等下，我站。哦，刚我咬到嘴唇了。啊！啊！你要抓起来了。好，这是。话不多说，够狠！我没带耐冲啊，你们再一直开，我抓不了他。我的人物只要一蹲下要放陷阱，就会被你们打起来。哦，原来这是周哥，哦，周哥是暗雷飞死。哦，这说话我真的很不习惯你。七星可以帮我去看看，你有没有看到商务车厢？应该看得到了吧？哎呀，居然报仇有五颗钢弹！我要先去装一颗内充足了，受不了。
有了，嗯，有了就好了。我要来喝清冠一号了。辛苦了。我家好像还有一盒。开宇之前也确诊？没有没有，我家人确诊。嗯。那你们家就是后来是吃中药派，还是也有看西医？没有，就是单纯就是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看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自主隔离到他好为止。真假？对啊。啊，那有打三剂吗？有啊，都有打三剂。哦，都有打三剂，然后确定，好像听说会有差哎、欸。我是不确定，因为我周围的就是确诊，包括我自己，就是确诊人都是已经打过三剂，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没有打三剂的人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不过听说是轻重症的，我听说是打满三剂。嗯，打三剂的话，就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比较不会，就是怎么说重症吧。到重症的几率会比较低，重症率会比较低。哦，真的。基星说：“我躺好了，你躺好了，你躺好了什么？你可以讲一下你躺好了什么吗？”在暖床。暖床。好了，躺好了。嗯。卧铺啊。有卧铺列车，那是睡觉的哎、欸，你去那边睡，去抱贝贝吧。他确实在那边睡，真的在那边睡耶、欸，他睡得很香，舒服吗？喜欢吗？可以吧。然后火车的卧铺其实蛮硬的，所以要打谁？黏狗。那我先去打连幼龙。哎、欸，好朋友嘞。你的好朋友呢？的朋友，朋友。狩猎开始。然后我怎么超到了？撞！撞！再撞！好久没这样欺负了。这种欺负下位魔物的行为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打的是这一只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在欺负他的。打一打，他就嗯，我是打错了。他被讨伐了、嗯，最小尺寸。不知道，他应该是不是小金吧？我记得小金会更小，感觉可能小金的连幼龙王会更小。小金的连幼龙王，他就是整个比你还矮，还要矮哦。对，他会比你的练那个角色还要再矮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去霸点黏狗龙了。怪石的好处就是可以骑狗狗，感觉。是谁参加了任务？是谁呢？还是一位超级酷，应该是路人吧。哦、oh, ，开了公开。对。そうですか。困。打打困。我龙可以转圈。奇怪。奇怪。是白兔。兔子来了。是兔兔。抽到了。有缘哦，今天很会发车哦，大哥。
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如果你抄到目标魔物啊，你可以让他去打架，或是让他去撞墙。哦哦，白兔可以抄了，然后又是开。然后你可以抄撞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重攻，震烂他，打巴掌。哎，错边了，错边了，错边了。新手上路，大家敬请见谅啦。安啦，安啦，安啦。有点难操控，这个有点难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真的，这要多来几次啊，多试几次就有经验了，会越来越久。可以抓了耶！平手。你有抓那？你有装那一重吗？我有装。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让我抓他！我把他抓起来。完了，那个重棍猎人骑的狗，感觉起来他会比我快。感觉很快，他感觉很快。他感觉很快，我要直接飞营地了。哪一个是居合斩？我记得好像是左板，哎、欸，右手，然后我记得要加 B。没有，我是 PS 手板。PS 哦 PS 那我就不知道，应该没意外的话是下面那一颗啦。这样抓起来了，他很想杀他，他不给我站，他有给我站吗？這個、没有哎、欸，他不给站哎、欸，不给站，很过分哦、喔！打完魔物不给站、啊，要哭了。对啊，我都给站，虽然说我刚刚第一场我是给了番茄站。我以为他可以只能选一个人，因为他可以全部都选。还可以选陈夫人哦。可以选陈夫人。陈夫人哦。我现在有点想哭哎、欸，我因为我很喜欢的，我现在公司的主管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。那你要不要稍微打个电话送行一下？没关系，这个就是之后要约的，因为他刚刚就在公司的群组，就是 po 了一大篇，就是。他在这间公司已经做了快五年了，然后他现在离职是因为他想要自己出去闯闯不同的东西，不同的工作内容，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提了离职这样。然后刚刚就在公司群组就是 po 了就是很长的那个有点像是感谢文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天哪，好想哭哦。感谢各位这几年的爱戴。对，啊，我先去把我的猫咪领出来。哎，他是我很喜欢的主管，他是我超级喜欢的主管。这是我的天哪、啊，那种你不要走的那种感觉。我那时候真的是超，我知道他要走的时候，我就超级难过。然后那一天就是整层刚好，我们办公室除了我跟主管，就是主管姐姐在以外，其他人都不在。然后我就默默的说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要走？”她说：“啊，你知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对，老板跟我说了。”然后我就一个，你怎么要走了？超难过哎、欸，真的是超难过。不行啊，我不能跟他一起走啦。不能跟他一起走，至少要等我做到一定程度我再走。害羞罐，这次兑换就抬出喝水。OK， 喝水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清罐一号也还没喝完，我先把它喝完。
好难过、哦，真心难过。微笑，我才刚把我的猫咪领出来，去接个任务。哦，对，我要跟树冠说，树冠我下订单了，我已经下单了，我买好了，他会寄到我的公司去，下礼拜一以后就会收到包裹咯。你看我的猫咪尾巴，我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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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我猫咪的尾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砰，它超砰的。我要用，我要用相机看。它好毛茸茸哦。我的猫咪呢？你要把它带出来啊！现在是那个啊，现在是狗。嗯，你要去换那个。它现在好像有个猪尾巴。它有一个圈圈的猪尾巴。对啊，我是用猪尾巴。可爱哦，它怎么可以那么蓬松啊？超蓬松的啦！你知道它那种，它那种很像那种小，你们知道小猫的时候是非常蓬的那种尾巴，你们知道吗？毛才刚长出来那一种，还没长硬的那一种。对，就是很软，那个软毛，软毛，然后那种蓬蓬的那种感觉。天哪！他这一次猫咪的眼睛是真的是那种猫眼一束的。欢迎上车，欢迎上车，一直线。Thank you for following， 感谢学仔一的追随。好，去谢追。走紫苑，我们走。无敌小皮蛋，好像很无敌哦。为什么可以去那边？因为这里有营地。还有大象虫可以直接飞，听起来很皮哦、喔。听起来很皮哦、喔。听起来很皮哦、喔。不喜欢吃皮蛋。学仔安安。装备会比较好。学仔为什么要0.0？这边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啊！看到我。我昨天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一直忘记要做。什么事情？我好像说要让 CA 提醒我，但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是连同我在内集体失忆吗？还是不包含我？应该不包含你吧。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了。既然不包含我的话，大翔虫要怎么达到？你要先有大象虫、欸，然后靠近勾玉草，它就可以让你放。那拿大象虫的方式的话，就是要在生活村跟 NPC 那。好不，你应该是还没有去跟那个 NPC 讲话，不然就是还没有跳那个任务。他不会一次给你全部啊，你要慢慢拿。发车啦、啊！我说要把那个啦，干爹的，就是。
斗内游戏的干爹那个清单就是列出来啦。你知道？是怎样？那个怪兽对打机。怪兽对打机，笑死。好了，我把那个申诉权还给他。他跑去撞他。学仔说 ：“Moss 没开，看到你就看一下。”但是 Moss 你没开？没开啊！我要开吗？我不知道啊！我哎，拼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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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休息休息休息！我现在也不是在休息啊，我现在还在玩。不是，我现在难得可以在别人家，在这边耍北蓝。可以可以，认真打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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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说我开台，我也没在认真打。我从来没有认真，因为我认真不起来，我就烂。你知道，我玩这游戏很少在认真。我就烂。我很讨厌认真打游戏这种事情，除非是卡牌游戏，我才会想要认真打，因为要思考。这种不用思考的游戏就不用共斗床 ，no， 不用。是个人习惯的问题。姐姐只有工作才会超级认真。对啊，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开启多工模式。我只有在第一台的时候才会认真。我可以一边开台啊，一边去听台啊，还在人家的台里面聊天。好，我也可以，我可以一边打暴炎龙，一边等等。然后早上就很好笑，对，就是今天早上，我那时候不是你去洗澡嘛，然后我不是打了两只大闸蟹吗？有啊，怎样？然后打两只大闸蟹，那个时候我其实同时我就在听另外一边的台，然后我还在他们聊天室聊天，然后他们就说等等，那姐不是也在开台吗？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：“你不是正在打大闸蟹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他正在打魔物哎，那他怎么还有办法一边打，然后一边还回聊天室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有在听。”实况组都是多功的，今天实况组一堆一堆都发展出多功能力了。为了要当个滴滴，为了要当一个专业滴滴仔，有啊，跟我们滴王之王失业学学，你就是滴滴。来来。在耍白目，还要用那个防御伞一刀一刀削烂他。莫方说：“姐姐只有工作会超级认真，然后又是工作狂性格，画画也很认真。画画没有很认真，画画我还在学习，我不会画画。我很希望，我很羡慕会画画的人。我也很羡慕会画画的人。欸，熬什么？想不出来。年狗龙，不要逼我开支线哦。”哎，打错人了，对不起啦。我也很开心，然后结果发现，哎，等等，不是你，还可以抓了，停手，还可以抓了。皮蛋给我停手！他没有想要，我相信皮蛋砍不死他，那个皮蛋一定砍不死他，等他一斧砍，我要不给他站。哦，学长也可以，他可以一边跟我打魔物，然后一边在那个在聊天室打字，还可以在魔物面前打字，超扯！这是一种自信的操作，超有自信。五花麻、虾仁、水饺配八方云集的酱料，水饺，五花麻。五花麻虾仁，椒麻那一类的吗？什么椒麻虾仁水饺之类的东西吗？哦，干七点哦，差不多也该开了。该开了吧，兄弟。七点呢？我平常是八点开啦。那就八点再开。没有，七点了，我要开了，受不了。可以开冷气了。现在打什么鸟好？紫闪妖怪。传说村庄有人想店名是五花麻，哦，店名是五花麻。
我来 Google 搜寻一下。我就先说，我今天开台直到九点。今天要开到几点我还不知道，所以反正我就开。我是开到九点，然后我中间要跟朋友，然后我再回来，就等那边完了以后我再回来。所以到时候再看看。我相信你们会很久的啦，很持久的。我相信我一定跟得到你们的持久了。或许吧，可以吧。我把我这边拿铁干掉就没事了，我就可以去睡觉了。那我会在莫斯台看到你吗？不会。因为我等一下要新入股，晚一点要新入股，但是除了新入股以外应该是杂谈，就是大家要来 talking 上周没有 talking 的事情。哎呀，新入股果然还是没有被排掉啊。一次性抛弃式。什么是一次性抛弃式？新入股不能被排掉，新入股就是一个我可以跟马吉们，我有好多团马吉，我每一个不同马吉我都要把爱分出去，我们要当博爱的人类，我是颗博爱的水果，不可以这样。去帮我的猫咪做装备、哦、，MR 的装备可以做哎。我觉得猫咪出战就不能骑狗狗了，对啊，就是你只能挑一。你在多人模式下只能挑一只。哎、欸，芝芝村猫型猫型，芝芝村，你有看到新猫猫的尾巴吗？你看它好蓬哦，超柔软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大明蟹喵真的长得好像嘎爪哦。嘎爪啊！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是，这不是哦，这不是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东西顶多只能算我的。你再想想哦，你再想想哦，并不是哦。可是有一个说他是玩具耶，是好像。好吧。说是玩具总比说他是朋友好吧。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小孩，徒手抓蟑螂是没什么问题的啦。要多少？五个、四個。这个是作为一个乡下小孩，把蟑螂放进真空保护瓶里面七天的小孩。我只有把它和九层塔一起塞进保特瓶里面，然后放个一个月吧。你在圈养它吗？看看它会怎样？没有，它死掉了。啊，这样他会死吗？啊、因为他是被喷药喷过的那一种。哦，对，所以他会挂。嗯，被喷过应该不会死。哎、欸，自村我们这边买嘛，可是我们现在在帮别人清下位任务哎。自村要来吗？就是这边现在是一个轻松休闲OK， 练手感是一个。不需要，我们现在是拿着 M 位装在霸凌下位。对啊。对，所以，然后我顺便实验自己这一套装。花了很多时间才把攻七防六配出来。哎，现在变防五了，拔掉一颗变耐充足。好，我先把机会码给一下。
出发。OK。究竟究竟死的多惨啊？哈？嗯。究竟他们会死的多惨？会把你多惨？走吧，紫苑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带着猫咪霸凌下面。你那边是第二个营地吗？对，它在山上，要爬上去。嗯，可以很好的飞这边，然后很好的飞19去19去三十。有浅浅从天上掉下来了。哇，有浅浅从天上掉下来了！天啊，后姐姐怎么订阅了？感谢订阅，欢迎上车。Oh my god！ 哇哦，真是太让人惊讶了。可是。哎车来了，我的甜甜啊！车了，各位。哎呦，他那边，你那边那个，还发烧列车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哦，我以为发烧列车。没有啦。我说有人这么大手笔是送死的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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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没有，是我很惊讶，是霍美女竟然。破美女竟然搭车了，可是我没有车可以让你享受啊！安娜 ，Hello， 嗯，什么？你没有关台？我有关啊，我有关台休息一下，大概五个小时。有你呢？我有关台啊，我睡很久啊。哦好，我关台去睡觉。怎么了？你们不觉得很怀疑我需要什么这边吗？我其实、我没有听到你刚刚说什么。你们不会怀疑我怎么现在会出现在这边吗？对啊，我会怀疑啊。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在飞机上面吗？降你降落了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、啊。现在都几点？现在都七点了耶。我顶啊！好不好？人家不是降落，是迫降啊。还在讲一些没营养的话。我跟你们说买那个金顶粉，那个32美的金顶粉，好不好算？四号出土的，这个要留着。好，看样子你挖到宝了。我的天，挖下去，我的那个，我的直接跟我说，那个60美的比较，这个比较好的，60美忘记超热的，这个要去把点靠。最近我突然发烧了。手写卡片活动哦，感谢秀冠提醒了姐姐手写卡片活动，还有商务车厢。可是那霍美女要加入 DC 吗？可是霍美女本身就很有料啊，她就有料哎、欸。已经很有料了，我这边没有料啦，没料没料。番茄怎么可能没料？没料，没料。是番茄。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番茄可以做很多料理啊，很有料吧？这有料，这有料。对啊，有番茄炒蛋啊，番茄炒蛋啊，还有番茄炒蛋啊，突然不会举例耶。还有什么？番茄炒番茄。番茄炒饭，番茄皮炒番茄。番茄皮炒番茄。番茄炒番茄，番茄还有什么料理？番茄牛肉汤，罗宋，茄汁的番茄意大利面浓汤，茄汁意大利面，那番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番茄可以炖汤啊，炖浓汤啊之类的，我好像很好用啊，罗宋汤。还可以做番茄酱哦，罗宋汤好喝。哦，去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烧啥那种的大沙酱，哦，好吃。我看看你一颗番茄可以做这么多事情，还有意大利面，
有料的板桥，有料。想想我们青苔，想想我们青苔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要接紧急任务吗？你接啊！你很好用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我很好用啊！你想要在哪里用？好用，好用。哪一种用？你给我讲清楚你。不是啊，我工作上我很好用欸，我是超级工具人欸，合理吧？不然我是怎么变主管的？合理吧？合理。你们是想到用到哪里去了？等一下，哦，是你们自己歪掉了。有料的番茄，有料，有料。拜托，我把老板变成冠老板，我还不有料吗？笑死！这是事情做，这是做的都太，就连很多低调都先弄好哈，就变成害老板，真的变成有点怪老板的状态，有料。真的，我需要你到我公司上班就去。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负责被下播。我说我需要你来我公司上班，我想当冠老板。给钱呢？我的、哦，你确定你给得起我的薪水吗？我去问一下我爸，公司付不出。你再想想看，你要先想想，我现在已经是主管阶级，我的薪水多少哦？而且你不是今天才知道我到底做什么的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确定吗？主管阶级，你还缴不起罚单？哦，当然缴不起啊，因为我扣掉还债的部分就没有钱了。罚单很贵，罚单一张都是几千块起跳啊。缴罚单是耶稣那一次啊。我根本不止，今天要随后每个礼拜都要吃一张罚单。Why？ 一个礼拜至少一张。Why？ 九十啊，那叫九十啊。啊。所以钱等于罚单钱。对啊，薪水其实等于罚单钱。所以我就没钱了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会回来开台？因为他们发现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缴罚单钱了。所以开台的一部分收入被拿去缴罚单了。另外一部分我的薪水就是还债，我现在还欠债，好不好？我的薪水都拿去还债。你还了什么？我还了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还债啊？还了什么债？我之前收硬碟，我借了二十几万哦。收硬碟就要二十几万啊！对啊，因为看你的硬碟大小啊。观众知道了没？现在尤里还欠二十几万。没有，你要说清楚，不是二十几万，是两百多万嘛？观众有钱出钱，有利出利。哎，冷静，大家冷静，来，我们 pass 这个话题 ，pass， 再我觉得再吵就把你背出去。再讲下去，到时候那个观众给他开，哇，不愁吃穿了。不行，没有，我是要靠自己的，我就把你送出去啊！谢安安，谢回来了，对，我们就送客。欧军该当回那个台湾就要被轰回美国了。我直接被那个尤里丢遣返，遣返要求遣返，禁止入境。升国籍啊！禁止入境，不能遣返。你升国籍啊？对啊，所以你禁止入境啊？哎，取消你国籍啊？不要啦！我看到了霍美女加入 DC 群，好，我来处理。啊！我被妖钳打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，他不是咬我，他咬谁？是我，他咬我。然后他咬我，不是你。等我一下下，送出场。哦，嗯，啊，关我屁事哦！我看起来像是刚才暴打你那一个人吗？
四。掉了。他倒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！花被砍死。哈？什么？我才刚来耶。来，这边有麻痹陷阱，请你往前两步。有了，反正你的后退一步。很像，但不是我要的那种。感谢你。我在找霍美女。霍美女要再记得帮我剪个票。那你们后面打到什么程度？零。那我 H 二。艾玛没有升啊，我艾玛没有推。我后来跑去打盟友任务。我后来跑去打盟友任务了。听说我连开24小时，对啊，我今天中午11点我才关台啊。我后面打怨虎，打到一边睡一边在打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直接差点被怨虎猫掉，然后我被飞蜘蛛一口吐。很烫啊！他吐一下我半血。没有，一般的白色的飞蜘蛛，不是亚种。很嗨耶 ！N 位的飞蜘蛛啊，很烫哎，他那个火很痛哎，一下我半血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，我就是一直按 B， 我知道我自己按，我在按按键，我一直按 B， 按翻滚，然后还是被吐死。还是被吐死。对，还是被吐死。然后我听到那个我死掉的音效的时候，我就立刻惊醒啊！啊，干我睡着了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干我睡着了！秀哥说啊，权限吗？我已经弄好，我弄好，我弄好。谢谢大家。完了，我刚刚有去睡5个小时了，我现在精神还不错，可以再连开24小时了。哦，这么费事的？那你要不要？直接爆开！你说我开多久？48 CA 说我的对呀，因为精神状态要开到48，你需要给我来两管肾上腺素。等一下 ，CA 多久没合眼了 ？CA 是不是应该睡一下再起来开呀、啊、？CA 他一天没合眼了，一天呐、啊。如果这样说，如果他昨天关台之后，就是昨天跟我们 say goodbye 之后，他没有去休息的话，他一天没合眼。他 say goodbye 以后不是就是弄一弄要出门了吗？去上班了吗？对啊，就去上班了。年轻真好。你要我自己不要吗？我才不要给你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自己会去睡觉。看，都成年人了，还不会自己去睡觉？你寄一箱红牛，不用啊，红牛不用、啊，用不到啊，我又不喝那东西。为什么自尊要说初见？还是要保一打，我不喝那东西啊！靠腰啊！不要喝魔爪，我不能，我不会喝那种东西啊！错边，错边，白痴！咖啡，你确定吗？我咖啡成瘾哦，你确定要寄咖啡给我？我看错龙了，看错龙了。走，错边，错边，错边，回去。你跟着番茄走出去。你怎么会跟着一个路痴走？在这里没有导虫，我就跟路痴一样哦。好推好，外死没有导虫。对。下来。跟我屁事。CA 有睡啦 ，CA 其实也是有睡的啦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大家都会自己去找机会休息啦，累了自己就会休息。哟，我每次觉得奇怪龙真的很恶心。哎呦，他明明很可爱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打他。你看啊，昨天8点起床到现在，晚上8点还是早上8点？早上8点。
啊，干对这个不能举盾。妈！妈！哦！妈！麻了麻了。A 开。我是石头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爸到底要怎么？好恶哦！他的头好长。屠射他！我爸到底要怎么攻的？你们可以教一下。你可以开那个啊，就是到训练场去试啊。我正好有那个。耶！我用苦把射下来了。真心觉得恶心啊！当他变长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恶心，就是啊，不舒服。要数了，要数了。谁要数了？开！数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们会帮你报仇。真的，他其实很痛。哎，他是属性伤害，他不是物理伤。对近战来讲，他更痛。他跑了。应该35小时，好扯。CL， 对啊。哇，那 CL 要不要先去睡一下？晚点再来继续推 Soundbreak 啊。可以，现在先。还有，我记得还有铁铁不是说也要吗？我怀疑番茄姐姐在滑水，但是我找不到证据。我在滑水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啦。他都承认了。没有错了，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找到这支很好的打法。卡晕了，揍他！大家看看上位中的力量，一杯安安，他可以抓了，抓了，可以抓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曾经最高纪录是四个晚上没合眼，我是没有啦，我是每天都要睡觉的人。我之前封动物森友会的时候是一个月，那个月只睡一个小时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玩到4点，他5点刷新啊！不不不，我是说为什么他没办法抓？哦，因为刚才超龙啊，所以要先骑上去，然后让他去踩陷阱。哼，那你现在还有玩动森吗？还是会开啊，我放不下我家的那些猫咪，早上那些猫咪，特别是燕后，我放不下他。你有燕后？偏爱偏爱。我都不会让我的猫咪搬，我都不会让我家从那个动物搬家、欸。他每次跟我说他们想离开岛屿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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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离开，我要你，能够永远留下，强迫式，不允许离开。天哪！天天天天天天。交易所好容易满哦。对。精灵瓢虫。我觉得我这一周的电玩，短暂的电玩生活结束以后呢，我要先去安排一个按摩。腰不好。对对对，腰不好。有一个全身按摩。去给师傅推一下，感觉是蛮需要的哦。是会啦，多少会。
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。我最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，有人竟然以为我是学生，谢谢哦，好感动啊！怎么会觉得我是学生呢？觉得很感动吗？他们说觉得我开台时间让他们觉得我不像上班族，是蛮不像的啦。时间奇怪，怎么会开台？这个时间怎么还在开？是不是都不用睡觉？不用上班？都不用上班的吗？爆肝了，我的肝早就送给那个了，好不好？没有要让他好过。肝这种东西，哎，用不到。研究生，哈哈。没有，肝千日用在一日啊！真的。小时候我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都是每天晚上10点睡觉。养这么久的肝了，现在把它弄爆，应该是蛮合理的。似乎都要现在把它弄爆。哇酷哇酷！啊，小月。哇酷哇酷！什么西？么西么西？么西么西？么西么西？行啊，打谁？毒妖，好，夜头又要开图了，冲啊！天飞覆影地，拉翔虫过去。翔虫在哪里？我想一下哦，我想想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平常一到五上班，下班以后回来又开台，又开那种鬼时间。你也是爆肝那一种类型？也没有爆肝啊，就是可能开个两小三小的那一种，然后就聊天台嘛，两小三小还好吧。然后弄一弄就休息啊，休息然后隔天上班，然后下班再来开，然后五六日就开24小时，合理吧？好，可以给过。太分打毛西毛西 ，N 码几了？我现在在 N 码4啊，我没有往上推。我想要等 C A 他们全部到齐再来推。推起来。想等 CA 优移还有拿铁到齐，我们继续推。在那之前，我想先霸凌下位魔物。铁铁是说他几点啊？我忘记 CA 是说拿铁说他几点可以下班？下班11点啊？10点11点？7点开完？晚上7点吗？晚上7点。我们已经啊？那优移你知道几点去玩新路？没有，我是9点半，我9点要撤，然后9点半开，然后我们应该差不多都是1小时半到2小时结束，所以应该11点半就回来了。11点半，嗯，反正就开到明天早上的话，开到结束。要开明早吗？没有，他们不是说开到结束吗？就直接冲完啊。冲完吗？我是没差，我忍者刀出来了。我觉得有必要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先去小修一下，然后蓄力。哎、欸，他可以抓了。对，这次的血其实不多。哎哎哎哎哎哎，
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兄弟，不是这种过来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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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收起来。你的肝，我的肝，我的肝安好啊。他早就不会叫了啦 ，OK。安啦，真的肝，如果真的觉得我们需要休息，他会叫的。虽然说我们因为他叫不出来了，我们让他没办法叫。他叫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很痛了。没有啦，真的肝坏掉他是不会痛的，肝如果坏到底他不会痛，你就会有一段时间会痛，然后底的时候是真的不痛，因为他已经没了，因为你也没感觉，没感觉。所以肝如果还会痛，那代表你还有救；肝如果不会痛，那代表你没救了。你已经默契了。默契。这是我的肝到底会不会痛，其实不知道。我觉得肝是24小时。肝是不会痛的。肝不会痛吗？肝没感觉。肝没感觉。等你有感觉，就是癌症，就是癌症末期的时候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肝没有痛觉。啊，没问题啊。现在肝没有痛觉神经的话，有啊，我想到了今天有啊，合眼30分钟算吧，合眼30分钟算休息，可以，有30分钟。肝会痛就第三期，哦，第四期。肝会痛大概就已经快末期了。我先去厕所。好、啊。骗手大师骗你个大头鬼，大师你个大头鬼，我只是比较擅长这把武器而已。对啊，虽然说肝没有神经啊，肝不会痛啊，肝不会痛，嗯，肝不会痛，肝，但你等到痛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交换剂，我有交换剂了。那我的肝加油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句话。爱刀新手。菜刀玩最久，飞翔。火龙还没拍，迷翁还没拍。哦，槟榔真的很帅。我看到槟榔。对啊，打完了，他真的很帅，他敲起来超有爽感的，你敲他那个声音好听。啊 ，Kevin 兑换胶，我先拿胶喝的。我没有敲过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让 C 叶去敲敲看 ，C 叶就知道了。那个声音，对，你要等我，你要等我敲过，才能知道真的或算假话。不中，那个声音是如此的悦耳，让人想一敲再敲。真的？对啊。我金狮子还没拍，暴警还没拍，风神、雷神、渊源。我去扣一下拿，我去友善询问一下拿铁，他到底什么都要玩。友善询问，那等下我要移驾到你们那边吗？我去看尤里吧。你们要移驾到我那边的话，我那个 DC， 我那个 OBS 要来找你做。哦，那就看拿铁什么时候要来。嗯，那就自称等一下，我就先跟他们去继续推。然后之后再回来。不是啊，那不是尤里不是说他要去玩新路？他九点的时候啊，九点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有空位，但我不确定那个时候有谁会进来。友善询问，掐着拿铁的脖子问说你要不要来？友善询问，很友善。就跟我们之前友善询问你要不要来日马一样。哎、欸，看到你，哎、欸，你一个人哎、欸，要不要来玩日马、啊？什么时候？之前看你一个人在玩，刚在玩那个在玩麦块麦块的时候，我们那個跟轮子说要不要玩啊，缺人哎、欸，看到你在玩麦块，我们去看一下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哎、欸、一个人、欸，我们就来友善询问一下，你是不是要来玩日马、啊？然后就跑过来，人直接跑过来说要不要马、啊？直接跑过来要不要马一下？然后等一下，等我这边事情做完，我去马一下。马记嘞，拿铁说八点。八点。嗯，在那之前，那我可以先推。我先，槟榔好打吗？槟榔不会很好打，它很快。有驯龙快吗？
他有些出招动作出来，然后停个一秒两秒，他就直接杀到你眼前了。哦，我觉得停一两秒还好，像将军蟹那个在这边，然后停了大概十几秒，我等我这种收刀都已经结束了，他在干嘛冲过来？将军蟹那个真的很慢，我不太喜欢。攻击节奏不太一样的那种，就跟我不太喜欢黄瓜一样，黄瓜那个真的是，因为他攻击节奏不好判。我喜欢那种动作节奏明确的、打起来可以有来有回的，像金狮子那种动作明确的，打起来有来有回哦，开心。怨虎也不错，其实我觉得，只是怨虎的攻击会从很多角度甩过来，有的时候正面举盾，他的攻击会从背后甩过来，甩到我身后就好烦。想玩麦块，什么时候要玩？麦块等我 Soundbreak 通关，然后带志村绵绵他们通关之后。哦，那还很久哦。你还要刷装呢？刷装可能是之后我就会安排时间玩守夜人和麦块。之后就不会是天天都是魔物了，不然天天魔物我也会觉得干。不会啊。是不会，是怎么会干？其实说实在，我现在我这一个礼拜就天天魔物啊，这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就天天魔物，我都没有觉得很干。你看我现在在这边转圈圈转多久，就知道我会不会干，不会干。对嘛？光是转圈圈可以转超久。等我哪天手指头要爆炸的时候吧。今天七月，所以我的宣传图要再换一张，我想看要放什么宣传图。传教图，我来看看。我的标题要改一下。七月一号，拿铁说八点哦。那等尤里回来再跟他讲。他回来了吧？还没啊。我回来了，我一直都在。哦，你回来了。拿铁说八点。我有在询问完的结果是说他说八点。那那你们就先玩。我十一点才能回来。珍稀生物是哪个？这是什么？哪一只猫头鹰还是八百鸭？八百鸭，你靠近它，然后去捡它的那个，靠近它按收集键，可以捡它的肚子还羽毛来着。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数字。然后你这一局的报酬就是拿到的东西会变多。嘿，它不见了。没有，它在这里。哎、他跑掉了。其实那个什么，就是 N 位的那个水翼那一套装，就是他之后会有个支线任务可以开水翼那一套装，开起来之后，那一套的技能不错。啊？等一下，我晚点再开台，我现在要去处理很多事情。你要不要睡一下，合个眼？三十分钟够了啦，今天睡三十分钟，可以的。树枝，八板鸭叼着的树枝。你可以拍一下八板鸭，八板鸭也是稀有种。是我拿的。哦。来，拿了就没了，它就不见了。好不。下次。泥水耐性真好。有缘再相见。会有缘，它很常出现的。他出现率其实不低，他再也不见了。他其实还蛮快就会出现，所以不用紧张。我现在有那个泥血耐性了。现在啊，晚上没有，晚上不会有真实生物。稀有生物，先去。可是我早点先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跟我朋友开台，然后我再回来。可以啊，那可以啊，那晚上之后是在哪边？这里还是这里？都可以啊。还是说等一下我们就先各自做各自的，不要再提了。我会顺便跟我朋友一起打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毕竟是我骗他们买装备。你要对人家负责啊！对，我得对他们负责一下。负责。不确定还在哪边，就已经知道了。行啊，看哪边方便就哪边咯。这边肯定是很小的。那等等优里去休息的时候，我会先回我自己的 DC 那边，然后跟其他人
跟我弟这边认识的推一下，然后十一点半那边再集合吧。十一点半。对啊，因为十一点半尤里回来，那时候我们再集合。可可。哦，那我跟阿水讲一下，十一点半在那里集合。尤里这边吧。我怎么找的？啊，可以。那就原包厢。原包厢又都一号啊。包厢。一号团出盘。一号包厢。啊，大家如果要揪的话，可以使用二号包厢，都 OK 啦。啊，一号今天被预定了，这样。笑死！啊。我是一号了。你是一号。哦，你是一号啊、哦？你是一还是零？一啊。啥东西一零？哎呀，大家有人听不懂。我当然是一啊，我怎么跟这里？你确定？这个时候就是要假装自己听不懂，我后来一瞬间了解你们在，赶快先假装自己听。当你瞬间了解的时候，那当然就没了，那就没救了，就是。就没了，那真的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没有，还是可以假装，还是可以假装。我们还是同流合污啊。八百家给好了哦，一二三四，他给了八个物品。好，那我就先撤离。OK， 大家再见。我来看看我要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五六日晚一点，五六日继续再战，看怎么召集。晚上这一团应该是满，目前是满吧。我加 CA 加莫斯加拿铁，对。但是接下来只要有人累了，都是可以加加的，有空位都可以放。撑不住有没有？耐久大挑战，谁先撑不住？觉得 CA 会赢。我也觉得 CA 会赢。我对吧 ？CA 超人类的睡眠时间。你不是也是一个月合约？刚才有人谁说一个月只睡一小时？没有，我是那一个月下来每天都只睡一个小时啊。那个月下来每天只睡一个小时啊？那一个月啊，可以啦，有那个月的成果了。醒来的时间都在动身或学校或实验室。是不是？你看，像我只是每天睡两个小时，这样十年而已的话，我没办法，我的睡眠range很大啊，我有时候要睡二十个小时才会饱。哦，没有关系，等你跟我一样长达好几年都是这样睡眠时间的时候，你就差不多睡眠时间快了。哎，感觉好像还行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，坏就给他坏了，没有要他好过。没有，我的睡眠时钟是坏的。确定是坏掉了啦，给他坏，没有让他好过。嗯，未来就会长眠了，不要怕。我先看看我要去哪里。Let me see see 啊，我们就去，我们去打，我们去帮你打 MR。谢各位，感谢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要去哪边呢？好问题，不知道可以去哪里。纠团啊。那当然就去朋友家咯，看看有开蒙航 Rise 的，去可乐，不然就继续莫斯有开吗？亲
大家晚上见。晚上还想要再追新人米米的部分，想要再听我跟木木、阿翠还有以望聊了什么东西，欢迎大家晚上九点半我们新路谷杂谈啊。那接下来如果还想要继续看蒙航 Rise 破晓部分，大家通关的部分的话，大家可以十一点半我们在这边相见。那我是番茄 Ori， 我们就之后再见咯。如果喜欢欢迎追随我们的 Twitch，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， 欢迎 follow IG 加入我们 DC。 现在今天还有商务车厢，可以看到怎么样加入商务车厢，然后获得什么样的福利，还有琪琪的手写卡片活动。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咯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